2015年资讯传播部事工简介。沙华人联谊会资讯传播部成立的宗旨是：一、辅助年会各部的资讯传播事工；二、媒体宣教，透过各式各样的传播媒体传扬福音。本部主要事工分为五大领域：网际网络事工、广播录音事工、影视事工、网络文宣事工以及动画兼漫画设计。网际网络事工，资讯传播部属下总共有8个网站，即沙华人联谊会网站、青春俱乐部、青春俱乐部国文版 Club Remaja、 青春网络电台、真光电台、防治色情网站非礼勿视、视频网站奇妙影城 Share JC 以及微博太初有道。今年我们继续维护及更新以上8个网站及面子书专业，制作手机应用程序，制作泛媒体变聪明有声电子书第3集，提升真光电台的手机应用程序，将青春网店的 Android 版改为网站手机版，成立资讯传播部微信服务号以及青春俱乐部微信订阅号。广播录音时工，我们拥有2个网络电台，分别是青春网络电台以及真光电台。青春网络电台，一个以卫星组织青少年为目标听众的电台，本台24小时不停播，以歌曲及音乐为主，网友也可按喜好随时点选或下载收听广播节目。真光电台，一个让你每时每刻都能遇见神的福音网络电台，本台24小时不停播，有声灵粮365天不中断。录音事工方面，录制普送导唱 MP3 完之后上载至联谊会网站供免费下载，与一般联谊会及年会布道部合作录制国语一般语讲道信息供布道宣教使用，开发国语广播节目供 Club Remaja 网站使用，继续与 RBC Ministry 合作，每月录制一本探索丛书供真光电台使用，为泛媒体变聪明漫画书录制有声书。影视施工，拍摄及制作短片、人间天使见证节目、信仰麻辣锅信仰问答节目、谈情说爱歌唱分享节目、青春 Walker 青少年节目以及空中讲坛牧者讲道节目。影片完成后将上载至视频网站 ShareJC 供网友下载与分享。出版 Beautiful 青少年生命教育电影 DVD， 继续推动让爱走动传福音行动，透过参与的店家免费赠送福音光碟与社会人士，为生命留一张电影票 eMovie， 继续于施屋、古晋、明都鲁、梅岭、山打根的星际影院播放福音电影。网络文字及宣传施工，编撰本会新闻以及各网站文章，定期更新联谊会网站的新闻，制作普天颂赞 PPT 简报，进行校园及教会宣传工作，进入校园推广防治色情运动以及媒体素养教育，与教会宣传及分享本部事工。动画兼漫画设计，设计教会节期 PPT 模板供教会下载在崇拜中使用，编绘彩色品格漫画桌面壁纸，以丰富青春俱乐部的内容，制作泛媒体变聪明第一篇下 2D 动画片。防治色情文化施工，本施工由资讯传播部青少年组以及幸福家庭与辅导部联合推动，各教区社会关怀执行会配搭公开分享会，邀请台湾潘信宇弟兄来分享他挣脱电子游戏瘾的心路历程，于5月4日到7日分别在施屋、明都鲁、梅里及古晋举行。传播伙伴宣教行动，若您对媒体宣教施工极有负担，愿意以金钱来支持本部施工，欢迎您参加传播伙伴宣教行动。行动一，奉献120令吉，你将会获得这些赠品。行动二，奉献220令吉，你将会获得这些赠品。福音资讯传生命，影音网络播万家，
欢迎弟兄姐妹加入媒体宣教行列，成为福音媒体战士。